奥特曼为了保护人类被怪兽吸干能量，让我们一起长按点赞，传递自己的光，复活奥特曼吧。一，人类通过攻击奈克瑟斯的方式为他传输能量。乌门，这次的攻击由你负责。我只有一次机会，你办得到吗？我会为你。一起长按点赞三秒，传递自己的光，复活奈克瑟斯奥特曼。这一路上走走停停，穿着少年飘着对风筝，迈出车站的前一刻竟有些犹豫。二，人类利用高科技为银河和维克托利奥特曼传输能量。爱上你的天依旧那么暖，风吹起了从前，从前初识这世间，短短留恋看着天边，死在眼前也甘愿赴汤蹈火去走。一起长按点赞三秒，传递自己的光，复活银泽和维克特利。时间短短留恋翻过岁月，不忘侧脸，措不及防闯入你的笑颜。三，艾斯吸收太阳的能量，闪充复活自己。也沉溺于其中梦话，不得挣扎，不做挣扎，不去笑话。我曾将青春翻涌成她。一起长按点赞三秒，传递自己的光，复活艾斯奥特曼。所动谁就随缘去吧。四，人类牺牲自己为戴拿传输能量。短短的路走走停停，也有了这份的距离，不知抚摸的是故事还是段心情。一起长按点赞三秒，传递自己的光，复活戴拿奥特曼。时间为敌，再次看到你微亮成功里笑看天幕。五，人类用手电筒复活能量尽失的迪迦。看着天边死在眼前，也甘愿赴汤蹈火去走它一遍。如今走过这世间，一起长按点赞三秒，传递自己的光，复活迪迦奥特曼。青春所动，谁就随缘去吧。